闹完 Mickey 狐狸精，晕喺街。佢咪就系 Mickey 嘅绯闻男友，永安集团太子爷郭永淳嘅前妻 Connie 啦。前日下昼，佢由工人陪住喺中环睇完牙医，怀疑因为睇牙时打针受日历影响，导致头晕不适，最后叫白车送去玛丽检查。虽然佢眯埋眼咋，得神知系清醒嘅。Mickey 2007年开始同佢前夫阿纯传绯闻，前年离婚。Connie 日前在微博闹 Mickey 是狐狸精，介入他和阿纯的九年婚姻，还间接搞到他百病缠身，做了10次以上的手术，33岁要用拐杖行路。而 Mickey 经理人公司前日发声明说，这些不实的报道很影响 Mickey 的个人声誉，会保留法律权利，还找律师跟进。